好，摄影师 OK 吗？我们有把一些图露出来吗？有拍到后面的图吗？有。好，来，从大家最左边的地方开始停留两秒钟的时间。主要的意涵其实，D-Lab就是在地好设计，一起航向国际的大海。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最上船尾的地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可以一起航向国际的意念。所以我们跟于是 Eric Coco 还有就 Super B。 这几个都是非常年轻的在地能量。继续呢，有请品客会的同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环境场域。好，市长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展示未来市民来参与 D-Lab 活动的时候都可以有什么体验的感觉呢？樱花的话是印花布料设计的，产发学的品牌补助跟拿到了品牌领航的这个奖项。那，好，等一下哦，好，那我们就一样。市长，你做过是不是？你好快哦，好，那我们就用力往下压。 OK， 好，那我们把这个挂到放到旁边，稍等一下哦。啊，它挂上去之后就可以拿下来了。好，那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哇，好漂亮哦！很厉害。好，那我们可能把袋子拿起来，让记者们拍个照。耶、yeah. <音>好，那我们请就是，好，那我们从大家的左手边这个区块开始，微笑送给大家，来左手边这边，接下来回到中间的部分，一起希望送上更多的期待给 D-Lab， 最后面看向右边的地方。好，市长等下，市长等下跟你介绍一下这里的话是我们未来在后疫情后疫情品牌会与国际的资源做对接，所以现场的话这边有三位是我们台湾品牌顾问，右下角是泰国的设计品牌的设计师叫 Ben。 那左下角的部分的话是香港的设计师Cassie，那我特别请他们先跟。这泰国的。对，是香港。金色头发是泰国的。那我们特别请他们跟你们打，跟市长打个招呼。那吴明先。啊，こんにちは。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こんにちは。はい。 こちらは京都の有名な写真家が撮影した桜の、モチーフにしたショールです。とても美しい京都の桜が描かれて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ベン、まだ、パティタイ。はい。お、香港人 Happy， 咁我系阿乐，同埋小姐，系以我同我小狗嘅日常生活做我哋嘅灵感嘅。Hello。 我要讲的，我也看着。不是，哈哈哈哈哈哈！不是讲这个。没问题，疫情之后，他们一定很想来台北玩的。安排可能香港的品牌跟泰国的品牌可以到日本去。那台湾这边的话，也会有品牌顾问，我们也会协助在地的品牌。那交流还是蛮方便的。我们中间，好，来，我们的右前方。好，我们可以笑开心一点哦。